梁朝伟《无间道》。第二十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，恭喜你啊，警察梁朝伟。多謝大會，多謝林建岳先生在電影咁艱難的時候仲肯用咁多錢出嚟拍電影。其實一部電影的成功或者一個角色的成功，我覺得唔屬於一個人，係要需要好多對手。我覺得呢個獎係屬於《無間道》裏面好多出色嘅演員，好似劉德華、志偉、秋生、杜汶澤，同埋好多好多好多。今晚除了要多謝這些人之外，我還要在這裡特別多謝香港所有的前線醫護人員，希望這個病毒盡快受到控制，受影響的人快點可以康復，世界和平，多謝。即是跟著這個獎呢，我很希望可以鼓勵多些年輕人加入呢個導演嘅行列，因為我覺得即係香港電影界咧的而且確係好需要、好需要多啲新血嘅。咁我哋而家一齊嚟睇睇最傑出青年導演嘅提名名單先啦。